因就感觉无啥嘛，不一个嘛，有几啊电台有特别注意到吼、啊，甲电视台有注意到，德国的媒体甲 BBC 拢有来来谈访问伊个车，啊，唔过到二八的时阵，所有媒体拢知影，哦，原来伊个车办的迄场是为着伊个车办是伊办的大古宴，所以等到到二八的时阵，就特别拢注意这个活动，所以国际媒体就拢伫遐 stand by 啊，拢啊有这个大型的活动真有意义，因为咱这个活动其实是波罗的海三。小国迄阵吼，为着对抗苏联啊，因想要独立嘛。那苏联的武器是世界先进的嘛，你可不可能进而已？啊，你只有套入贵重啊 ，human chain 就人类的人链的方式哈，它砍树的模型。啊，这种模型其实会当好，迄当阵波罗的海三小国，会当世界啊来宣布宣示因想要独立的这个决心。是是是。那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因国家的。定位啊，咱其实是模仿人诶，嗰啲亚洲算讲第一类，可能是波罗的海料就是存烂啦，创下这个历史的记录，是了解，所以咱第一阶段吼，听了桂圆就知影，咱桂圆无论对学生时代学问，然后到落尾投入，哇，十多档的工运。在当，落尾看来啊，帮助一挂民进党的一挂前辈啦哈，啊一路下来，害你家己的这个民意代表的进展啊，有较比别人较慢。啊，其实你做的代志哦是非常的多啦哈。啊，咱等下再来听看卖哈。啊，最近你做议员了，关心着咱大台南市的一挂事务，好不好？是，好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欢迎好朋友，刚才等下咱高度会客室直播现场时间来到5:30，我是会客室的楚楚文峰，我是地主阿雄，今天咱邀请的特别来宾。郭国文议员啦，免挂你嘛，熟悉啦哈。我先问阿雄好啦，郭议员，你伫议会当中你的印象安怎？没歹啊，阿好你对。其实，我觉得他问政的部分是蛮理性的哦，真的蛮理性的。像其实这一次才前不久，他有开个记者会，的公五郎假借起定的名义哈，底下这瓜逮几下勒啦哦，奇怪这。其实后来警方也去做处理了、其实就是说，他可能就是会为我们一些民众哈、去揭发一些哈、不应该的事情啊，那样。这是你的印象啦哈。咱就今麦好，要来警告咱郭议员，就是讲咱针对着你前一阵啊这个质询哈，关心着咱大台南市的一挂议题，尤其吼咱永康是人上多啦哈、阮电台加东区嘛是人上多啦哈、所以咱大台南市个甲南营安尼合并做伙了吼，有真侪问题拢浮现出来。是啊，就你的观察吼，你感觉吼，咱市政府有啥咪其实爱需要撇出来解决的问题。其实我感觉市政府哈，伫第一届当中，伊所扮演的角色哈，除了按整个合并过程当中的乱象哈，的疏忽上对疏忽上少以外哈，上重要一些规划讲未来新的都市发展的方向是啥？我感觉这是市长哈，伊做第一届市长的特殊的责任，嘛是做第一届议员，有迄个责任，迄个监督市政府爱为这个方向啊做调整，无任何一个理由，伊同我讲你这样是这行是嘛？才规划，无任何一个理由，你要讲我就当我做一改了，我再来想这个问题。因为现阶段吼，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多，这是考验第一届，包括市长、市府，包括议会。这嘛袂当完全讲单靠市政府了，因为议会你的监督的职责跟角色嘛，你按照一个你监督者无法好发挥，者执行者伊所表现的嘛相对有限嘛。其实这样要监督。这样的起伏并不容易。咱老实讲，因为这样是市政府已经变直辣市啊。伊直辣市也当用的人吼，是比较过去起伏甲管护特别无同。过去起伏甲管护你所用的人才吼，就是迄个级数。
不过即阵来当用的人才是到倒位，到国家的赞助，到内地赞助，因为他的职等都增加嘛。你看到那个翔哥、翔清澈嘛，像伊就这东西内阁无做的呢。对，要做内阁一级啊级级的这个首长的人，拢下岗、空岗来起户来，对这一级的这个首长。所以你要监督伊，你也无搞一个抗战，搞一个迄个回答起来讲啊嘛，两三条、三条啊。对，因为我家己。嘛，曾经做过内阁成员，我嘛做过政务官嘛。其实，咱人做要监督遐政务官，在因相当实施的一个专业诶，一个区域内底，你要监督到对伊吼，爱费足侪心思啦。啊，所以讲，即届我着开足侪时间，针对我关心的吼，譬如讲啊，新的都市伊发展的即个都市卖多少位，啊，我主张我着感觉认为爱多烟空、炮号、加炮号周边诶使用的分区，爱来做。边境，来形成一个大台南地区一个发展的中心。哦、你一个都市发展未使无中心嘛？第二个发展的方向，发展的方向，我以认为要往东，定位咱东区遮，啊，然后往新康来，用这款的发展的方向，一开一开平行。我是主张讲吼，这拢爱提早来做规划啦。是啊，我家诶，这个积顺啊，这个影段，我看我脸书顶关掉，我脸书拍国国文，你得当看了我积顺的第一段拍 one part two。当会当婚礼遐看会滴吼，当然我问个问题，我也是较感觉较大的方向，不一个就是参像我拄仔一开始所讲的同款，第一届市长，我第一届议员，伊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安尼确认一个好的发展的方向。因为你是安那，我会安尼深深一直安尼主张，是因为迄阵管治合并，我就是推动有滴个嘛。是，像中国省里行政管理处担任处长的时阵，所有行动的规划去行政院。游说，台南管制部分主要是我啦，是啊，我是对位对靠吼，其实就是苏恩恩呐，了解。像阵做新闻处长，现在是做伊做对靠，主要我两个做记者嘛，是，所以讲迄个规定来对你买当访问苏恩恩，恁呢请咱江协副总诶嘛，对，啊，迄个规定来对就清楚，我杀过了，我来知影讲吼，那是台南管制当合并成功，也当客别哩其他企业班车当中吼。将来的整个西海岸竞争当中，搁安那必然有第五名。对，不过呢，当然这波 KB 咱个比落吼，不是你比第五名，可能有当时变个六名、七名。是是。像咱想起码卡波咱五名来，五名会当变四名，四名当变三名。是。这里整个政策的规定当中吼，迄个柯天在加苏焕的官长，这两个人，你的思想，当然，哎，你思想，大家从耳朵个肯定的所在。是啊，咱这边我有看到咱即阵的重点，开始我那讲到咱林地交流道啦、大湾交流道啦、甲咸水溪即个替换的问题嘛哈。啊，当然你头都已经讲到咱烟空炮号家，啊，你是安那认为讲咱炮号家有法度做新的发展的市政的中心嘛？因为这那是要。看早听讲，我那六档以上的时间吧。哎是啊，所谓规划，其实吼，这就是我按那达市长要求的讲吼，你一个新的都心的规划，其实本来就久啊吼。我记一个咧，咱来看七期的，七期的这样台中的中心嘛。十外我当前，我就看到吼，星光三月百货里遐拆一个星光三月百货，我感觉就奇怪。是安那有财团遐尼啊量上的资金，伊拆哩拆，我嘛迄个所在都无啥物发展，伊十外当前就拆一下。哦，先拆哩啊。是安那，咱就看。看会到啊，将来大发展嘛。啊，赶快来，到你今仔日也定落了，未来咱遐买大发展。啊，大发展的前提是啥？你要土地出地，爱缩啦，困难度爱低啦。那缩困难度上低是啥话？公有地啦，官方的地嘛。是，吼，或者是讲你按来办定位嘛。你这样隔壁正手边遐差不多30公顷的地，加起来差不多8公顷。是，这8公顷假来讲，以它足以成为新都心的可能性。这个新的都心，你8公顷。是按那对角，对角信义计划区啊，信义计划区台北市信义计划区，就是咱讲五年的嘛，对，咱当然来所在可能伫收购，吼百货遐嘛，四段遐，四段遐嘛，还有党区嘛，是，吼啊哥四年可能是伫西门町，三年甲四年西门町，对，啊你这样也看七年甲八年的都，你信义计划区啦，对，信义计划区因单方来舞台甲咱无同款，遐叫做新党区，对，啊同款咱这样。电台所在的一个党区嘛，对啊，将来发展的新党区里头，我认为就是你泡好一点。啊，这个物件不是讲吼，给那个像马仔当做，对，
系啊，这种是一啊一十年起跳的一个规划啊。所以讲，我也认为讲，你这个物件，爱想讲吼，这个都心发展，这个所在你开发的泡盐刷了了，也发展的定位是啥，你要足清楚。是，现在你要足清楚呢，因为市场足侪人在 stand by 啊，资金也好，发展的机会也好，对，伊的布局是对政府的政策的对行。政府的政策你若无影响者，伊资金的等向唔知等位倒位去啊。哎呀，啊你足侪人是对政府在行。啊、所以说你政府你一定要足明确答民众讲吼，这个区域我开发的定位是啥？你有所寄望，吼、有所规划人，拢会当对政府的脚步行，袂去走进去。你唔好伫市场里遐后白乱摇。所以讲，我是一直主张讲吼，市政府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提早规划相关重要的这个发展计划，提早公布给民间知影，啊，民间嘛知安那配合伊发展的脚步。是。啊、所以咱这个市场也有深夜回应的对了哈。伊讲天生丽质难自弃，这个大家在解读啊咧。哦，是是是，最后剩几分钟的时间，啊，咱桂议员各家你最近关心的代志，各家和朋友强调一下。哦，我最近哈，我最近其实我是较关心基地面啦哈，像我最近去关心哈，迄、那个。咱盐行交流得来吼，迄、个地区的开发啦，啊，包括污水处理厂，咱将来咱盐矿的十六栋来吼，要做污水地下道，总共开123亿，这是盐矿有史以来吼，目前到目前为止上大的工程，啊，这是我关心的议题，是真好。然后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啊，多谢咱贵国部的议员到咱节目当中，后盖一定要个邀请议员到咱节目当中，谢谢，非常多谢，哪里？好，来，咱今仔这位有时间的关系，进到家也感谢和平的捧场收听，欢迎明天。